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，故宫闲地少，水巷小桥多。大家好，我是现代新书派海外特派员关嘉玉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这古色古香的街道呢？它可是有千百年历史的木渎古镇哦。相传在春秋末年，吴王夫差专宠西施，特地为他在灵岩山顶建造广娃宫，又在紫石山增筑姑苏台，三年聚财，五年乃成，源源而来的木材堵塞了山下的河流港渎，木塞于渎，木渎之名便由此而来。这古镇里呢，还有一条香河，据说当年西施沐浴之水流入此河，日久满河香，故得名香河啊。说到这香，我肚子突然饿了耶。哎，有了，找香鸡师姐吃好料的。好料的在这里啊。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高手，真的是非常的牛，非常的厉害。他就是来自于南京的王卫师姐。师姐你好。嘉颖师兄你好。全球的大爱观众你们好。啊，住在南京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哦。啊，这边盛产很多的野蔬哦。对呀、啊。哇，常常可以吃野蔬，真的是很幸福，很幸福。那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一道名料理呢？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呢，是南京就是在过年时候吃的一个叫年菜。嗯。啊，叫什锦菜。什锦菜，过年常吃的什锦菜，看一下它的材料跟调味料有什么。什锦菜，材料有芹菜、豆芽菜、红萝卜、菊花叶、苋菜、笋丝、干丝、黑木耳、金针花、空心菜各250克，姜末少许。调味料有盐、糖各适量。哇，什锦菜，顾名思义啊，看到这蔬菜就知道要有十样菜哦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所以这边过年哦，就需要这样子一个什锦菜来增加它的年味。对对，因为这每一道菜呢，它都有一个要讨一个好彩头，而且烧这个菜的呢，在过去就是应该说是家里面最有威望的，就当家奶奶她来烧，然后烧完以后呢，邻里之间还有互相的赠礼，赠礼以后呢，大家还会评哦，就说哎，谁家张家奶奶烧的好吃，还是你家奶奶烧的好吃？哎呦，互相串门子，然后再就互相比较一下这样子。对对，啊，对对，你比如说。这道就是我们叫黄豆芽，黄豆芽一定是第一道要炒的、啊、为什么？你们有没有发现它弯弯的，有点像什么如意、嗯、所以就预示着我们今年如果吃了这道菜，第一道大家要事事如意、哦啊、完了以后是要炒胡萝卜的，胡萝卜是代替什么呢？就是说满堂红。满堂红，对啊，就我不管做什么事啊，或者这一年呢、啊、我都满堂红。然后完了以后就是底下比如这个是金针菜，又叫黄花菜。黄花菜我不知道台湾那边叫什么。金针。金针，对。那么金针呢、嗯、就寓意着金针，还有一个银线。银线是什么呢、啊、就是说把这个竹笋啊，就冬天的时候应该是冬笋，冬笋是白的，切得很丝很细、哦、然后就完了，就是金针银线。所以是线、嗯，这个是已经有炒过、料理过的吗？对对对对。所以像是我们刚刚的红萝卜，嗯，还有金针，对，哦，都是加一点盐去，就加点盐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那么再来了。再来就是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过年的时候会用荠菜，还有豌豆叶和菠菜，但是这个季节没有，所以我们就临时用那个苋菜代替的。为什么一定要用荠菜呢？这个什锦菜的最后一道菜是荠菜。它寓意着是什么？聚财，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如意，最后我们得聚财，把财聚下来，所以是这样的。还有呢，像这个哦，这个是就是菊花叶，菊花叶，哎，这是南京的一个像
就是你讲的野素菜，而且是这个季节的，到了应该说菊花开的时候这个菜就没有了。再来就是杆子，再来在南京，因为杆子我们最后把它切成干丝，或者你们叫豆干。豆干在南京这边呢会寓意着它叫平安干，听这意思就是要平安，要平安。对，我们不仅要聚财，要红红火火，那平安是最好。所以当家奶奶在炒这菜的时候，每炒一道她嘴里面都会念叨一句吉祥话。好，那么还有这个是木耳。木耳，黑木耳。木耳就是要把它泡开，这样子可以泡开，然后再炒一下。对，好。然后还有芹菜。芹菜就只有这三样，没因为时令没有，其他都是必须。这样是叫空心菜。空心菜啊，这个我们台湾也有空心菜。空心菜它原本是取代豆苗吧。对，好的。那么我看到这两样是还没有料理的。对啊，我马上可以炒一下。示范一下。大火把油烧开。完了以后呢，感觉好像你是要爆香的感觉啊。对啊，第一道如意菜一定要把姜爆下去，然后以后就不需要了。一道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。对，豆芽。我来做回当家奶奶。来来来，好，全家如意，全家如意。哇，现在才七月而已，就已经感觉到过年的气氛了。需要不要炒到它非常的熟烂一点呢？你不要太烂，因为这个豆芽不要踩时间太多，因为它是第一道菜，它会放到最底下，以后所有的菜每道菜都会盖在它上面。那么就是利用每道菜的余温，就会把它给就是慢慢的弄熟一点了。对，好，这就可以放点盐。好，这盐也是适量的放，根据自己家人的口味，有的人呢可能喜欢吃咸一点，有的人又喜欢吃淡一点。所以刚刚听师姐这样讲哈，就是它，你是这样一层一层这样子放，对对对对。来，我看看。所以它放的时候其实也是有顺序的啊。对。我这当家奶奶烧这什锦菜是最后一道了，聚财了，大家都要聚财哦。当家奶奶没有了，你们年轻人什么当家奶奶？所以刚刚这个所谓的苋菜，它是在第几？最后一道代替荠菜的，我们上顺序在第十了，排行第十。对对对对。所以师姐你现在也是做香鸡啊？对呀。那你是因为这样子那么会料理，高手很牛，所以你才把你找进来做香鸡吗？还是走入慈济也是因为慈济的香鸡？第一次接触以后觉得啊，这素食能做得这么好吃，所以我就就想进来看看怎么做的，慢慢慢慢就接触了慈济。我们的素食好吃，对啊，来学习一下。对啊对啊，然后有南京的香鸡也很厉害的，跟着他们后面学，也是互相交流了，这就可以了。你自己要有功能，这是荠菜了，化成良能了。这就是这个是好的，清脆清脆就可以了。对，有哎，有苋菜的那种清香味的，清香味。对。我在我的猜测，它为什么要放在最上面？因为这个如果是发在压在下面的话，整个可能就是它一个凹凹皮啊，就有点。这个食品菜如果只是这样子拌一拌、炒一炒，然后叠在一起，需不需要再去淋什么酱料？有的时候就是说吃的时候呢，因为每家都会烧很多，可能会烧一脸盆，就是一盆，有的会烧一缸，都会有的，看家里面人多少。完了就是过年的时候呢，都会把它盛起来，盛一盘儿，然后在上面再淋点香油。就可以了。就南京这边真的是大家族哈，过年炒菜都需要一缸一脸盆的。哇，这样过年真的是很热闹，一家子全部回来了。对呀。第一道菜炒好以后，就把它放到放到大盆里面，就是一个大脸盆里面。然后完了以后，大脸盆，对呀、然后这第二道菜，比如我们炒好了，就把它再放上来。这是第二道菜，然后就顺着吧，顺着次序，颜色
稍微，哎，再啊，你是说竹笋？哎，竹笋，然后就是木耳。木耳。嗯，然后就是这个菜，就是我们应该说就菠菜吧。你动作好快，我得要。然后这个就是黄花菜。黄花菜就是金针。哎，金针，然后就完了是芹菜。顺序要记得哦，还有意义的。哎，然后再放，这是菊叶，菊叶，看看菊叶，对呀、啊，很清香的，很清香的。哎，夏天吃了以后，这豆干，豆干，好，最后试试看这个菊花荠菜，这些菜全部一起堆在一起以后呢，就从上到下，我觉得给它，它虽然菊花叶已经炒过了哦，但是吃起来很新鲜的那个菊花叶，菊花的那种香味，对，清香完全都还保留住，而且非常嫩，很好吃。好，啊，所以师姐你刚刚说要再把它整个再拌一拌，对啊，就像这样，充分的给他们一起都拌匀了。哦，真的是五彩缤纷哎。对呀、啊。那么这什锦菜啊这么的丰富，我非常的期待下一道料理。下道料理是什么呢？下道料理也是江南这边的独特的特产，叫地皮菜。地皮菜？对呀、啊。好奇怪、哦、有没有想这名字怎么回事？好、哦，地皮菜。好，这道菜。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地皮菜哦，需要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、哦？凉拌地皮菜，材料有：地皮菜500克，金针菇50克，调味料有：素蚝油、白糖、黑醋。各适量，虾米是地皮菜的。哎呦，师姐，地皮菜跟我们解释一下啦。对呀、啊，这道地皮菜很特别，就是说南京这个地区，因为它的节气当中有一个梅雨季节，这个地皮菜就一定是在梅雨季节的时候，下雨后的那一刻的天晴，你去捡，在草坡里面捡。哦，所以它是在那种阳光照射得到的地方的。对啊，但是阳光又不能照多。如果说下雨完了以后，阳光有出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以后，是地皮菜又没了，它给太阳晒焦掉了。所以这很神奇，而且只有在六月份梅雨季节才可以。那这样子采摘起来之后，它的保存也是很难的。有的是会把它晒干，晒干，要用再泡开，把它再泡开。所以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就是南京的凉拌地皮菜。步骤很简单、只要把这个需要的这两道菜呢、放到开水里面，就把它用开水穿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让你穿烫一下就可以了。对了，这时候在水里面有需要加盐巴吗？不需要。都不需要。对。哦，这样很快速啊。对。来，需要一个筷子去。没事，好。完了以后，这个地皮菜也是在水里，哎，那烫一下就可以了。对，它遇到太阳会冷，没了。高温沸水之下不会、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所以这样过一下水，对，翻烫一下就可以了。OK， 哎，好，把那个大碗拿去。需要大碗。那它是凉拌菜，我们需要去做冰镇吗？要冰镇一下，对。如果冰镇之后是会更比较脆一些，比较脆。哎，好，用冰镇哦，那个口感会更好。对对对对，来，好，那就分别就是拌的时候呢，依个人口味，比如你喜欢吃偏甜一点的，那你就糖放多一点，醋少一点。如果你喜欢吃偏酸一点，一样的就相反。喜欢吃辣的呢，你就稍微丢一点辣在里面。所以这个菜。看你的口味自己来调。好，我们就先放一点点素蚝油，这相当于盐的味道。所以你加油的是另外拌，放在那个金针菇跟我们这地皮菜这边。对。哦，这是要分开拌的。对，分开拌。糖。糖。糖，好。需要用筷子来拌吗？对，需要筷子，然后醋我们就直接倒了啊。醋，好，好，
你的醋的量还蛮多。对啊，因为夏天嘛，就是胃口可能有点不太好。那么醋一个杀菌，第二个也可以开人胃口。对，所以把这菜我都喜欢在家里面，菜喜欢偏酸一点啊，可能会让家人多吃一点。好啊，所以这办法就是这样子。对，就把它拌一下。来，完了以后呢，就是说。因为这地皮菜是从草里面剪，要放到筐子里面。今天我把这个菜会摆出一个造型。是，所以这时候是用筷子还是用手？要用那个盖子套。好，来。就是说，如果说你直接拌着吃也可以，但是有没有感觉，同样一道料理，假如我们把背景摆得很漂亮的时候，是不是会引起更好的食欲？是啊。而且，真的美食，每一个在口味，它也是在观感。光看这个仙桃的摆饰就知道。对啊，拿金针菇编篮子。拿金针菇编篮子。对啊。所以要用两手。对啊，一根一根的金针菇把它排在。来。把它这样排在上面。哦。哎，这样排起来。这样的摆饰是您自己发想出来的。对啊。好，师姐。那我想说啊。麻烦你，让你来编一下，我有特别的任务啊，我想试吃一下，请那边再试吃，嗯，好，我来编，它的口味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哇，地皮菜，真的是第一次吃啊，你感觉它像什么？它其实就像木耳哎，但是好像又比木耳薄，对，是不是比它薄，比较嫩，对，然后它有一个我们刚刚加的一些那个酱料，对，它酸中其实还带一点小小的涩味，一点点，这样子一个口感哦，吃下去，说真的，它真的是蛮开胃的，对呀、啊，而且营养也很好。对，尤其像这么热的天气啊，来吃这样一道料理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胃。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王卫师姐啊，为我们带来这道凉拌地皮菜，哇，谢谢，感恩。什锦菜做法是：起油锅，把姜末爆香，放入豆芽、盐翻炒成起，挑好的苋菜也入锅翻炒成起。其他食材均切成丝状，并分别炒过备用。将所有食材放入大碗中拌匀就可以了。凉拌地皮菜，做法是：金针菇、地皮菜分别穿烫，再分别加入素蚝油、糖、醋，拌匀就可以了。苏州著名的水乡古镇，再往西郊走，就来到了风光明媚的白象湾生态园区。由于这里群山环抱，原始的地理景观和当地的居民比较没有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，因此成为了都市当中的神秘伊甸园。这种养在深山人未识的特点，也保留了最珍贵的资源。这里就是有名的白象湾，听说有一种树叶啊，很神奇，对身体很好哎。可是要到哪里去找呢？有人去问一下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不好意思，我请教一下哦。我听说这白象湾这里有一种很神奇的叶子，请问要去哪里找啊？是不是就这个叶子了？啊，这个叫南竹树叶，现在我们这边叫乌米番树叶。就是这个乌番树，终于找到了，而且还遇到了乌番树的专家耶。他说啊，乌番树只生长在特定的环境和气候，白象湾周边的山上雨量充沛，光照温和，特别适合生长。天暖，乌番树的新叶就猛长，他就会来采集这些树叶哦。那这个可以做什么用呢？我们。把它摘取回家，洗干净，把它滴水啊，出来就是煮米饭了。煮米饭，这个呢，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这个
饭了吃了，青春明，延年益寿，黑发不年，蚊虫不咬。黑发？什么？这个小小的树叶竟然有如此的功效？听说最早在1500年前的道家就已经发现了乌树叶有强身及药疗的作用。不过啊，用树叶拿来煮饭倒是第一次听说嘞。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？是不是啊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乌米饭啊，要怎么样来制作呢？要不这样，我们摘点叶子，回去你愿意学的话，我教你。真的？对。方师傅啊，这乌米饭到底要怎么做啊？怎么连这个都拿出来啊？这个呢，就是把这个树叶捣烂，取树叶的汁的。哦，这个呢，头呢要朝上的，或是朝下的。这个呢，有葱米放在上面，就拿。就是这样，哎，是要捣到有汁出来。对，一直捣。要多久啊？这个嘛，估计十多分钟就搞定了。师傅，这样子，来，我代劳，我试试看。好。哇，一看就知道哈，这个没经验。慢慢来。哎呦，怎么这么费功夫啊？真的是想给他用果菜机打哎。不过以古法制造出来的，应该是更有味道哦。树叶打碎之后，加入适量的水，再将它过滤去渣，成功取出墨绿色的汁液。接着把糯米泡在里头一天一夜，再以文火加热染成黝黑半熟的米，然后再经过长时间曝晒，就成了一粒粒乌黑亮丽的乌米咯。乌米煮成熟饭就是乌米饭啦。乌米饭在唐代又称作青筋饭，是道家求养生不老的食物。在宋代，佛家开始将青筋饭作为斋食，尤其是4月8日的浴佛节，佛教徒多以乌米饭供佛，所以又叫做欧米饭。而现在每到了农历4月初8的立夏，就是家家皆烹、户户皆食乌米饭的时节，已经变成了当地传统的习俗了。而木渎镇是乌饭树资源最丰富，也是保存乌米饭习俗最完好的地区。哇，方师傅，这些全部都是乌米饭做成的？对，这么多样，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呢？好的，这个就是乌米糕。乌米糕啊，这是乌米寿司。哦，是。乌米塞藕啊，乌米八宝饭。哦，乌米酒酿啊，乌米粽，竹筒乌米饭。哇，这么多啊！以前没有这么多东西吃法。但我们现在根据现在的口味，是吧？现在不同的需求，做成了多种的吃法。方师傅，那我就不客气，先试吃一下哦。来，这乌米饭，它有股很淡淡的清香，甜而不腻，而且莲藕炖得非常的松绵，哇，好吃的，这口感很好。没有想到乌米饭也可以做出这么多样的创意料理耶！方师傅的用心研发，真的是为这个古早流传下来的食俗文化添上历史性的一页。如果可以穿越时空，把这些料理带回到古代去，一定也会万世流芳的哦。